现在是晚上时间啊，今天外面下的挺大的雨的，那个温度降的也比较厉害啊。然后我把这个窝啊给它们挪到了这个里面啊，挪到这个屋子里面啊，然后让它们在屋子里面睡觉吧。让它们在屋子里面睡觉。那几个狗食欲非常的好啊，今天在屋子里面睡啊，好好的好吧，不要拉在屋子里面好吧，这一点能够做到吗？我要求不是很高哎，主要是说给谁听的？主要说给小花和那个小黑听的好吧？好吧，小黑可以吧？可以吧，小黑？这屋子里面怎么也比外面要舒服对吧？外面呼风唤雨的，听到吧？听到没？外面，我天，风刮得特别大，风特别大，让他们在屋子里面睡吧，可以吧？去吧，回去，回去，睡去，回去，回去，回去，笨笨，回去，回去，今天很听话啊。我说回去都能听懂啊，可以容下你们仨吧，这里面可以的啊，就在这儿睡觉了，好吧？今天晚上就在这儿睡，看你们表现啊，明天起来看你们表现。如果你们把这里面拉的到处都是啊，到时候我们要说道说道了，知道吧？等到天晴了还让你们搬出去住，要有头有脸的，好吧？不要没皮没脸的。睡觉了啊，睡吧，回去回去回去去睡觉。然后这边门口这里啊，给他们留回去，给他们留了一个小口子，可以让他们如果解手的话，可以出来解手了。回去。小黑，屁股露到外头干啥了？睡觉去，回去，进去，快点，去睡觉，睡觉，都好好的啊，不要捣蛋啊，谁都别捣蛋啊，好好的睡觉了啊，看恁面的表现了，然后新的一天开始了，然后现在我们一起去看一下那几个小家伙休息的怎么样啊，在那个房间里面。我去，又来这里尿了。昨天在哪睡的咋样啊？昨天睡的，我来检查检查，我来看一看，那里拉了一次啊。我来检查检查有没有拉在屋子里，这不能拉屋子里面的好啊，这个不能拉这里的好啊，把这个打开跑一下气味。这天为什么会这么凉快？我实在是不太能理解，是不是哪里在下冰雹啊，还是在干嘛呀？要不然这夏天怎么会这么凉快？实在是想不通。我把卫生给搞一下，屋子里面味道很重啊。然后刚才我在拖地啊，没有拍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实在是，对吧？现在味道还很重啊。然后的话就是，外面已经搞好了，本来又准备继续搞里面的，谁知道他们又给我来了一下，真的是屋子里面其实都搞好一半了。我说就把这边的便便给铲掉就可以了，谁知道这边又给我来了一个便便。还尿到这里啊！说真的，这是你们睡觉的地方，好啊，不能拉在这个屋子里面，好啊，不能拉在这儿，好不好？不要拉在这儿了，好不好？我要看他们那个便便的状态的话，已经慢慢慢慢，对吧？慢慢慢慢变稠了嘛，对吧？这也是一个变干了啊，不能说变稠了，变干了啊，这也是一个好现象嘛，对吧？主要这两天。昨天晚上有点降温，有点厉害，让他们在屋子里面休息。谁知道屋子里面搞得乌泱乌泱的，对吧？
本来还指望他们跑出来拉在这个外面，对吧？我还觉得，我现在觉得他们拉外面我都很高兴啊，现在都外面都不拉了，都是就地解决的，这个就。然后现在都给他们消完毒了，接下来的话就先喂他们一点。昨天有个粉丝说有那个呛大霉素嘛，然后口服喂他们，对治疗这个肠胃不舒服，就是拉出来稀嘛，拉稀这个现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嘛，对吧？也有很多朋友都说可以，然后我看他们的精神头是有的，然后那个小黑和那个小花都去检查了，没有细小和犬瘟。那么他们引起他们拉稀的原因可能就是肠胃了，然后接下来就都喂一下他们点呛大霉素给他们喝吧。刚才小花在这边啊，看到这个针管直接就跑到窝里面去了，我也是醉了，来握手小屁呀、啊、哎呦，不打针哦小黑啊，你看你胆子小的嘞，是不是？哦，我操，你这越小越灵活，哎，真不打针。喂你药水了，好吧？来，好，哎呀，为什么每次都是笨笨？为什么每次都是笨笨？啊，笨笨是最好养的一只狗，谁生病它都不会再生病了。小花和那个小黑真的是一个是。应该说是这个是胆小，那个是敏感，对吧？这俩狗算是不好搞，嗯。哎呀，给他们喂个药，真的要累死我，特别是这小黑，往里面一钻呢，我这手臂又不够长，对吧？在里面又搞不到它。那个小花嘛还好，身子大，对吧？直接就能搞到了，嗯。好了好了，哎呀，你看给你打完针了让摸了，是不是也不算打针了，喂完药了让摸了，是不是啊？知道喂你的是好吃的，是不是？你这个狗咋这样的，对吧？刚才怎么捉都捉不到你啊，现在还主动上杆子贴到我这个，对吧？贴到我旁边，是不是啊？喂你好，都是喂你好，好吧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准备吃饭吧。准备吃饭吧。那个小花真的是越来越敏感了。一天比一天胆子小，我也是无语。好，这么差不多了，在这上面吃，这上面够大啊！等一下，狗粮搞出来。吃饭了，吃饭了啊！通知一下啊！哎，都知道这个东西好，但是这个东西不是主食。好了好了，这边有一种这个什么鸡鸭。什么鸡鸭肉混搭的，这个东西很好吃的，昨天到了他们超级喜欢吃，把这个掺到狗粮里啊，这个是和狗粮掺着一起吃的，要不然他们光吃这个不吃那个了。哎呀，坐下，你心臭小黑，好娘，你说多少会了，淡定，就那学不会，你跟着笨笨学学，那笨笨他虽然好吃的，对不对？但至少他知道克制，是吧？在主人面前不能够乱搞，是吧？再抓一把，差不多了。来，你别舔我的手，你个舔狗！做好了呗，准备吃饭了啊，给你们倒进去啊。吃吧，哎呀，吃吧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小花呀，吃饭了，哎，搞不清楚那个狗，哎，搞不灵清了，性格怎么一天比一天自卑，我也搞不灵清了。
吃饭了，吃吧吃吧吃吧。看配着这个狗粮，他俩能吃完不能？哎，把这些，嗯。我抓一把去看一下这个小花是咋回事，怎么天天是闹情绪还是闹什么，我也说不清楚。吃饭了，好吧，给你拿过来吃吧。吃吗？你可愁死我吧你！待会儿我回来看你吃了没。哎呀，还在吃啊！嗯，你俩也是真能怼啊！哎呀，我的天啊，你俩是真能干！我操，这肚子吃的，啊，把水给他们搞点。吃饱了，喝水啊，水在这里啊。嗯，吃的差不多啦，可以停一下啦，小黑呀，看你这肚子吃的啊，可以啦。我去，我看到小花在里面在拱单子，把那个狗粮给藏起来啊。我去，这家伙咋震惊嘞？你是现在不吃对吧？然后留着拱起来，不让他俩看到哈？你咋真聪明了呀？嗯，估计你是不饿，嗯。行，那你拱吧，留好吧，叫你吃饭你不吃，你非得留着自己单独享受哈。小花她这个状态呢，估计还是和前天的问题差不多，估计还是受这个气候影响啊，估计没什么太大事情啊，让她多休息一下吧，对吧？现在只能这样，没办法，那个检查的身体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对吧？昨天也是能吃能拉的，今天他就拉的就是稍微稀了一点嘛，对吧？但是问题应该是不是很大的，可能还是肠胃上面吃东西。看来我家的那些罐头真的不能再喂他们了，发现好像有喂罐头就说不清楚这些东西。嗯，让他恢复一下吧，调理一下，看到下午看一下什么情况啊。那俩吃货是能有多少吃多少啊，有多少吃多少。那个小花就把头，可能大家看不到，我能看到，她把头枕到那个狗粮上面啊，把单子卷起来枕到狗粮上面啊，呵呵，留着晚上吃的，她是，嗯。